你扔你这是硬币啊，你看我下面红烧肉，要买你自己买。你可别后悔啊。妈妈帮我捡一下筷子。一天怎么这么多事，哎呦，好吧，你入堂四郎钱。你别笑。不好意思了，爸爸，妈妈这个冰箱给拆了。我来。你居然藏这么多。妈妈，这花瓶该换水了。我来换。老爸，给我一块糖呗。你看我像不像糖？没有。好，那你快后悔了。妈妈，我想吃苹果。好，我给你削。好尴尬呀。老爸吃饭了。求求你了，闺女，你让我下地吧，我都躺了七天了。那哪行啊？是谁说的我妈妈专业是很幸福的呀？我那一躺啥活都不用干，有人又给你装吃的，有人又给你装喝的，你这才几天呢、啊？这红薯白米粥我都喝了七天了，我都要吐了。求求你让我下去吧。那可不行，你必须要躺过几个月，少一天都不行。什么？我拿下遥控器。你疯了吧你！你看我这忙吗？啊！这么大人回来我那一趟，上班一回啥也不干，就知道乱。你可怜哈哈，我得养老人来了。看电视还是我给你拿遥控器，再看啥有病我给你拿纸啊。搁那一趟，现在你知不知道？我看你就闹心。姑娘，关键我都累一年了，我好不容易回来休息一下。要什么钱啊？家里开支这么大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看你妈妈感冒了，喝杯白开水都扛过去了，就你一天事事的。你应该以家为中心，把自己的事先放一放。你看我不是整天也在家里不？闭嘴！我一年到头外在家忙里忙外，跟你要过几次钱，我又不掌管产品大权。再说了，我要没事也不会找你要钱。要钱什么理由？要钱有什么理由呀？我想吃棒棒糖，你能给我吃？还是我想吃冰淇淋，你能给我买？什么都帮不了，你问这么细致干什么？你看，一会儿我又找你要呀！五块以上要需要你批准，你不知道吗？五块。